那后来，沈家人又对他做了什么？他们听说沈夏要和陈子晴私奔，就用尽各种方法把他抓了回来。这手镯是沈夏留给陈子晴的，是我们偷走了他。虽然你家祖祖辈辈干的不是人事儿，但我还是坚信诅咒和沈夏无关。他恨毒了族人，否则我爷爷、我父母又为何惨遭横祸？那你告诉我，沈夏为何郁郁而终？因为他摆脱不了自己沈家小姐的身份，却又没有别的什么出路。不，因为爱而不得。亲情、爱情于他一生都是爱而不得。这镯子有一明一暗两道花纹，最初只有一道音符，代表他对未来的期望。后来他发现他这辈子都是无望的，只好用蓝印花盖住了曾经的音符。这不是诅咒，是沈夏没来及送出去的情书。如果你坚持是这些影响了你，不如就解开这个百年心结，成全他。你又如何让死去百年的人重新相见？否则如何解？至少第一步，我们可以先解开这个镯子上的音符。可惜，我们自己还被困在这儿。哼。豪宅呢？保安来花了3分钟，开锁花了30分钟，不如直接拆了算了。不过，如果这次交易咱们合作愉快的话，不如以后在猫咖方面多多合作，入股不亏。最好注资一下你的猫咖，房租一并减半，是吗？霸气，果然和偶像剧。以后我哪天想不开了，就来找你。保证一开口就把人气到爆炸。我拖鞋呢？这才来几天就在雇主面前原形毕露，一点仪态都不要了。哎，我已经相当到位了，好吗？每天还要看你穿什么来搭配自己的服装、口红、眼影色号。上次这么隆重，还是给你送外卖那次。你都不知道，你那小助理送来的衣服都1:40了，你有药没有？要不我现在去给你准备更好的药去。不行，就你一个人在家，小助理又不在，你要是出什么事儿，总不能让班来照顾你。你是打算一直提醒我，上次多亏有你，我才能安然无恙，是吗？不是啊。我纯粹关心一下朋友嘛。人与人之间是有界限的，巫小姐，你越界了。手机到账5000元。这5000元是我给你这2天的额外酬劳，人情往来嘛。我懂。还以为你连你唯一的叔叔都不理了。说重点。听声音，你好像很不舒服，应该找时间去看看大夫了。你已经很久没去复查了啊，改天我来安排。我。算大吗？50%，但是如果不做手术的话，连50%都没有。
照原计划来，不过是损失一些视力，即便是一辈子都看不见了，也总比死了强。好。原来在你们所有人眼中，我沈初真的就只是个废人。大婶，能赚到您老人家的5000块大洋，证明我能力还不错。为了下一个5000块，我当然要好好表现表现。这不是越界，是我应有的职业素养。其实我只是不喜欢麻烦别人，总觉得应该跟别人保持适当的距离。我懂啊，潜台词是就是出钱啊。1小时内修复好桌子上的音符，还传真了份乐谱，只能靠钱砸。然后呢？我根据八音盒的片段还有资料找到百年教堂应该就是在这儿啊。当年沈夏去了南阳之后，因为战乱这儿就荒废了，后来还是政府出资才重新修缮的。你到底要找什么？如果他们教堂的约定是真的，那那架钢琴应该也还在。当年沈夏发现自己被骗后想要私奔，才被家里人软禁。不过这跟钢琴有什么关系？你想啊，沈夏要把音符搁在镯子上，无非是想通过音乐传情，让陈子清等他。同理，陈子清也会这么想的。琴声对他们来说是最珍贵的回忆，不可替代。钢琴也是独一无二的。我忽然在想，诅咒的真正来源会不会是来自于陈子清？我的沈总，外面的人都传接近你的人会霉运缠身，你看我怕过你吗？我最不信这种人云亦云的东西了。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这儿有没有大概100多年历史的钢琴？不知道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你好，美女，我想问一下，您知不知道这附近有一架很古老的钢琴，差不多100年历史？你不是眼睛不方便吗？我还长了一张嘴，我可以花钱找人来帮我跑腿。有什么发现吗？他们都说没见过这么老的琴。意料之中。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断了。就算是找到了钢琴，如果故事没有完结，承诺也算作废。奸商！我虽然看不见，但我耳朵还好使，知道你在骂我。哎，我想到办法了。哎，跟你们打听个事儿啊，你们知不知道这儿哪有一个100多年历史的钢琴？以前在教堂里好像有一架。哦，你们还知道什么？后来好像被放进仓库里了。仓库？到了。你是不是对尘螨过敏来着？很帅，开路吧。
真的有钢琴哎！哇，不行。哪儿不行？把手给我。干嘛？哎，你干嘛？集中精神。你难道不觉得这样有点重吗？我还是起来吧。那就减肥了，一劳永逸。去把琴谱拿给你。等等，你真当我是天才不成？当然，我们小沈总有什么不会的？这里有问题，你去检查一下。这个琴都这么久了，有点毛病也是正常的嘛。不对，只有这几个键。嗯，我去看看。嗯，哎，这有个信封哎。你是怎么知道这有问题的？只有这几个音不对，所以我是怀疑有人偷偷做了手脚，应该就是为了提醒弹奏这假钢琴的人。陈子兴，只有他最了解沈夏的音乐。我看看。还有个银元，沈夏。若你能看到这封信，我或已经不在这世间了。他已经在南阳结婚了，放下吧。追你的人已经走了，我叫陈子兴，你呢？沈夏。Thank you.
这时候全部继续了。我想把钢琴买下来，我也不认识什么朋友，就只有你一个加油了。你身体越来越差了，这些钱拿去买药吧，何苦这样折磨自己？没事儿，有了他，我的等待才有意义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他会回来继续弹养这架钢琴的。他的信里写的这么洒脱，可终究放不下的还是他。我想，如果真有怨气之说，那也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想告诉彼此自己没有忘记，可惜陈子欣没有听到沈夏的琴声，沈夏也没有看到他的情书。恭喜你，你赢了。我会背上手中的木吉他一同去流浪。赢了还不开心吗？只是突然觉得100年真的好长哦。你最爱的木吉他相遇在那片云朵上。我一旁轻轻弹奏，你轻轻唱。这个东西我已经不需要了。没有星星的夜晚，想想从现在开始，我再也不会相信诅咒了。想不想帮他们完成心愿？想。如果我有一双翅膀，我会四处去翱翔，飞到梦中最高的大楼上，一个人歌唱，看着街上匆匆的人啊，看看自己的模样，再看看我现在的家乡和从前有什么不一样。怎么了？突然觉得今天完成了一件特了不起的事儿。所以呢？所以姐姐今天心情好，允许你陪吃陪喝。那我是不是应该谢主隆恩？放心吧，我会额外收款的。奸商！哎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公园里倒贴钱的手冲咖啡我可还记得呢。不过话说，你看着也不像那么刁钻的人，为什么故意为难我？别吵，钟声要来了。哎，你会害怕明天吗？也许明天钟声。我这辈子都不想养猫了。
喂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任务啊？咱们已经发展到什么阶段了？感觉有戏。想办法加快他们的关系，我后面还有新的安排。